圣诞红学名称为一品红，是圣诞节用来摆设的著名红色花卉，大红大绿的叶片相间，外观色彩充满圣诞节的应景气氛，因而称为圣诞红。林务科科长叶正林提醒，圣诞红不能阳光直射，而且中午过后避免浇水，冬天就会叶子转红，叶子三四月就会掉落。它不喜欢日光直射，会影响到它的那个颜色，然后最好呢过了中午就不要再浇水了，它需要的水分也不是非常多。它大概就是接近冬天的时候会开始，好，因为天气越冷它就叶子越转红，那叶子掉落的话大概是三四月间。一般民众误以为圣诞红的花是红色，其实叶子是由绿转红。提醒民众，圣诞红是全株有毒植物，千万别误食。其实是它的叶片，其实是它的叶片这里会转红，它的花其实只有这中间一点点而已，好，黄色的部分，但是它全株有毒，尤其是它的枝翼有毒，所以如果有小朋友在附近的话，要记得跟小朋友提醒一下，只要按照要领浇水，避免阳光直射，圣诞红的花期能延续好一段时间，为住家增添新年的佳节气氛。东台新闻吴明峰台中市报导。